鱼山这边呢，哦，就加快的节奏往前切哦。啊，这个四旋进去了，这个拳套是中了两盎司，他是用十盎司的拳套，那李玉生是用十盎司的拳套，是因为这个是要弥补这个体重的一个差距。哇，这边漂亮的闪躲，摇闪，哇，几个闪躲，李玉生刚刚全部闪掉了，尼克星是完全挥空。李玉生，的确，对我对于我之前说李玉生拳击。我再次宣布，我收回这句话。OK， 李宇森拳击接受吗？顶呱呱！我正式宣布，我们今天亚洲主赛正式开始。首先欢迎蓝方选手尼克星登场，接下来欢迎他的对手红方选手李宇森。要开始嘞！我有看错吗？连我的心跳都上升了。三分钟六回合啊，其实非常的硬。大家你敢相信吗？哇，李宇森马上开始了，哦，这个有八公斤的一个体格差距了，量级差距。尼克星看得出来有点想要保留体力的那种感觉，没错，他应该是也不知道这个是三分钟六回合的比赛，因为他毕竟是很久没有在正式比赛，我也不知道他正式比赛是多久之前来进行的啊。啊，这边呢闪躲掉了。但是玉生看起来了，这打起来其实他目前也没有用太多。对，没错，应该都在试探嘛，因为这个时间非常长，三分钟六回合是很长的时间。对，必须双方都肯定是需要保留体力的。但是如同你说，这个比赛前面三个回合是关键，是关键，是关键。但是我自己看过他们，无论是对练的影片、接触的感觉也好，我认为玉生的体力已经是相对好的，是因为曾经玉生啊，好像要离开成吉思汗的时候，他跟馆里面的人。打了一轮，打了26个回合，26个回合没有停过，没停过。而且他现在又是在现役的，应该说 MMA 格斗的选手，在心肺的功能和强度上面，我觉得绝对是不遑多让的。那现在不遑多让的，那现在目前啊，两位其实都还在试探。好，刚刚这个尼克星这边四拳有试到，李宇森这边呢，哦，就加快的节奏往前切哦，啊，这个四拳进去了，哦，就往回了。好，尼克星连续两次可以看得出来，玉生就是打起来他的步伐是吃的重，没错，因为这个 MMA 的这个选手在步伐灵巧度上面来讲也是不遑多让的，是，但是我内心啊是很希望他们可以打满。哇，这个右手 overhand， 哇，这个勾拳，哇，刚刚呢那个进去的勾拳是直接往李玉生的一个侧头部给压进去，应该是有掌握到哦。小心哦，应该在抓尼克星，应该在抓李玉生进去的这个时间。嗯，因为毕竟尼克星他本身的打法就属于防守反击。好，现在在原地等他。哦，刚刚是突然石化了吗？哦，你不动我不动啊，输哦。我赶快这边，哇，这个大圈，李玉生这边漂亮闪躲。这边还是在身上的、上半身的这个摇闪，但是看得出来一点，刺拳进去了，这个是要弥补这个体重的一个差距。哇，这边漂亮闪躲，摇闪。好像李玉生在第二回合开始，好像慢慢抓到节奏，就是那个哇，这个反击，是希望说看一下李玉生，哇，这边一个重击。边退边打，啊！鱼神这边就算被压到，哇，这个漂亮的一个摇闪！哎呦，近距离的勾拳，打得很短哦，打到都笑了，打到都笑了，哇，对，哇，这边非常精彩的一个审判控制啊，完全挥不到。你去看一下，会不会有哪一方呢能够掌握到一个胜机啊？是，去。一个刚刚一个勾拳侧头部，勾拳，跟刺拳，对，然后这边呢就做一个左右架的一个切换，是。这个后手来了，现在又切回正架了。李宇森这边一个侧头部的一个勾拳，哦，这个是 MMA 选手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左右架互换，会让这个对手呢应该是抓不到距离，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哎呀呀，哇，这个后手直拳之后再切前手勾拳哦，哇，哦，哇，
Overhand 来了。好，第三回合结束。第三回合结束。一号裁判60-54，二号裁判60-54，三号裁判60-54，以3-0一致判定，获得最后胜利的是红方李玉生。恭喜李玉生选手。然后也谢谢格斗界跟拳击界。其实接这个比赛之后，很多人来帮我加油，然后也都说要约跟我一起训练，然后来打这场比赛。所以我很谢谢格斗圈跟拳击圈的大家，然后来看这个比赛。好，就这样。好，谢谢 Toys。辛苦了，玉生。来，李克信。其实这准备这个比赛，准备了一些时间，但是也有花一些努力去做训练。是。然后我觉得今天表现真的，觉得李玉生选手非常的厉害。厉害，的确是。对，我对于我之前说李玉生拳击，我再次宣布，我收回这句话。OK， 李玉生拳击接受吗？顶呱呱，接受接受。但是我跟他有个赌注了，因为他 PO 了那个团长跟西索的照片，他现在要改名叫东巴。可以，就是叫我东巴就好。开玩笑，叫我东巴星就可以了。这个线上有将近200,000人现在在看你量血压，我天哪！线上有200,000人在看你量血压，但是我看得到这个血压好像偏高。哇，哎，这个太高了吧？还是会紧张啦，这个。哇，刚刚飙到那个数字，你血压180哎，哥哥。哎，180哎，我讲一下哦。180-103，这个要直接那个，你不是恋爱大师吗？怎么看到这种场面你就受不了了？哎、欸，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下哦。哎、这边那个我们组那个我们要不要讲一下我们的赛事规则？赛事方，我们这个血压还能打吗？非常的高啊，正常130以下我们还可以接受，但是高太多了。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躺平大师的血压高呢，还是 Edward 的血压高？真假的，我有更可爱的地方哦，我可以示范给你看。这样会害我血压很高哎。直接来好了。我觉得我会选壮的，这样会很肤浅。你问他。那我坐前面。200多。这个血压呢？如果被打到一拳，很有可能会脑溢血。这个不行吧？这个，哎，这真的是我在播比赛到现在看到最高的血压最高的两位选手啊，应该说我们副组赛两位选手现在目前都出现了这个血压爆表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当然还是要应该说，顾虑两位选手安全状况，因为两位选手在这一场比赛之前，其实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积极运动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当然还是，因为我们场边也有最专业的医疗团队要来评估这场比赛。如果今天取消的话，那是不是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的机会来去看到两位选手？放心，我再帮他们举办一场额外的加赛。